在国际上个有名，成为全世界前往上镜来打卡的天雷伯未来游乐园，同样在高雄科公馆就要开展了。一间演出在台北场，是成为超过200,000上镜参观的展览，完整的球体作品为头一摆搬到南台湾来展览。五彩缤纷的天梯地板，民众踮梯内个脚个前进，如果发出无相同个音效，设计所画个动物童话，马上如果本人投影台展场个上面方，也种多人互通个未来游乐园，完全突破一般人个想象。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些互动式的这种，画图啊，就是我第一次体验到，我就觉得蛮特别的这样子。像我画蝴蝶，它之后就会在展场底下展出，就会有我画的蝴蝶在那边飞，这样很特别。头先在公园地板同几人捡下潮水，也是将设计融合在缤纷的光彩地板，未来游乐园的创作意涵，如何同参展人共同创造出无相同的视觉体验同心灵启发？跟动物以及花这个彼此之间的互动，都可以让参展者，特别是小朋友，可以跟他们产生非常多的互动。科技以及呢现在很流行的叫做元宇宙。这些元素应用得非常巧妙啦。为了强化融合的效果，主办单位建议民众作拍摄也喺浅色的珊瑚来参观，因为该度作品的投影会同珊瑚如像花布一样，做得堪上无相同的色彩，故所一简单的设施也做得呈现清楚鲜明的画面。客家新闻陈文玲高雄报道。